现在开始上课，上课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习五官，五官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眉毛，眉毛，跟我读，跟我读，眉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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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把眉毛放在这里。看下一个，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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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眼睛，眼睛。好，我们来把眼睛放在这里。这是眉毛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这是眼睛，眼睛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这是眼睛，是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鼻子，鼻子，跟我读，很好，鼻子，鼻子，很好。我们把鼻子放在这里。这是眼睛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嗯，很好。那这是眼睛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那这是眼睛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好，那这是眼睛还是眉毛？是眼睛还是眉毛？眉毛。嗯，很好，眉毛，这是眉毛。嗯，是眼睛还是鼻子？眼睛。是眼睛还是鼻子？眼睛。嗯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嘴巴，嘴巴，嘴巴，嘴巴。嗯，好，很好。我们把嘴巴放在这里。那我们看，这是鼻子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嗯，很好。那这是鼻子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嗯，好。那这是嘴巴还是眉毛？嘴巴。嘴巴还是眉毛？嘴巴。嗯，很好。这个是嘴巴。嗯，嘴巴。那这个是眼睛还是鼻子？眼睛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这是什么？眉毛。嗯，很好。那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耳朵，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很好，我们把耳朵放在这里。这是耳朵还是鼻子？耳朵。是耳朵还是鼻子？耳朵。嗯，很好。那这是什么？眼睛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，是眼睛。那这是嘴巴。这是什么？鼻子。很好，这是鼻子。那这是什么？嘴巴。嗯，很好，这是嘴巴。那好，下面我们来做游戏。嗯，做游戏。我说你指给我看，指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和眉毛。好，眉毛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鼻子，鼻子。嗯，有人指到鼻子了吗？鼻子。嗯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嘴巴，嘴巴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耳朵，耳朵。嗯，很好，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
睛，眼睛，很好，很好，眼睛，眼睛，好，那很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好，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唱歌，一起来唱歌。待会儿大家听，听，然后指，指。听到眉毛的时候，听到眉毛的时候，我们指眉毛，大家一起做，一起做，好吗？好还是不好？好。好。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课，下课。